艺人李佩旭昨晚突然在脸书晒出与女友牵手照，写下李先生 and 李太太，两人手上戴着同款白色金边戒指，宣布结婚喜讯。好消息一曝光，留言刷一排蓝勾勾祝福。近年来将重心转向健美的李佩旭，时不时会晒出女友照片。六月他在健美大赛夺得优异成绩，也曾晒出与女友放闪照，甜蜜亲吻对方脸颊，不过始终没有公开女友长相。而曾与李佩旭交往八年的前女友蔡淑臻，听闻前男友结婚消息，也大方说祝他幸福。据了解，李佩旭相当保护圈外人老婆私生活。至于为何选在六日登记结婚，李佩旭也请公司凯沃代为回应，表示这是属于新人的小秘密，目前没打算办婚宴。彼此都感谢在这时刻能遇到共度一生的人，谢谢大家，满满祝福。